交通新制去年六月上路，聆听空间不足屡遭专业驾驶人诟病。台北市交通局为了满足具公共服务和不可替代性的车辆，包含富康巴士、长照车辆、计程车和货车的聆听需求，全国首创共用聆听区，让聆听空间效益最大化。此外，禁停红线已有236处改绘黄线，增加聆听空间。一直以来，很谢谢市民朋友的体谅。看到富康巴士的乘客上下车都会礼让。这是交通局规划的共用聆听区，驾驶们真的觉得是很好的政策，可以让驾驶车辆安心的在聆听区等待乘客，不用担心去影响到其他的车辆。那最重要的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以及或者是老人家，在上下车的时候可以比较安全，然后能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我们兼顾这个安全跟顺畅，我们提供路边一个安全的停车区域，那让这个这些车辆，它都公共服务的车辆，它都有一个临停的区域。那另外它是利用这个红线的部分来改绘这个设置，然后不会去影响到道路的顺畅。下一页，那我们公共聆听区的部分呢，在这个今年的三月底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18处。那它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来源，目前是来自于把原有的装卸或隔位跟原有的计程车排班区去调整，然后调整成这个公共聆听区。那装卸或隔位的部分调整了5处，那计程车排班区的部分调整了13处。那它详细的点位的部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地图上面有显示它详细的点位。那我们也看到照片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说这个富康巴士跟这个计程车它都有在使用。我们这个是在这个广慈的那个园区前面设的这个公用聆听区，我们都可以看到它使用的情形。下一页，那这个是公用聆听区，我们的现在目前设置18处它的地点。那它周边当然都有一些景点或商圈的部分了，因应这个回应这个需求。下一页。那最后我们当然要跟这个各界呼吁啦，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公用聆听区的这种这个设计，那不管是未来在装卸隔位的这个新设，或者是说改绘的时候，我们会优先去设公用聆听区。那我们也欢迎这个各个里办公处可以来跟我们停管处来提出这个申请。那另外在计程车啊、富康巴士啊这些公用服务的车辆哦，在这部分是我们公运处在主管，你也可以跟公运处申请说，如果你有公共聆听区的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来这个做这个调整跟会设。那另外当然在这个禁停红线改黄线的部分，除了已经完成的236处之外，我们后续也会持续的依照地方的需求啊、各界的意见，还有这个运输业团体的一些建议来做这个禁停红线改黄线的这些这个评估跟这个会设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还是再次让大家看一下，说我们这个公用聆听区的，它是会有地上会有这个隔位的标线，那里面是黄色的，那会写字写共用聆听区，那旁边还会再一个标志，那上面会写说富康可以用，长照可以用，计程车可以用，货车可以用，那它是限这个聆听上下客货使用，不是拿来停车的。那另外它0到24时都可以使用，其他车种是不能占用的。交通局表示，未来新设卸货隔位或进行改绘，都会优先设置共用聆听区，目标今年能设置100处。若未来共用聆听区普及，计程车可以直接在隔位停等，逐渐将国人搭计程车习惯从路口随意拦车改为预约轿车。不用说去停红线，不用去停路口的转角，因为那些都是比较危险的区块。那以前常常这些区块就是被检举，所以这点我想是对我们的业者，对我们的受惠的这些民众，我想都是双赢。那第二个就是刚才讲，其实我们想尝试建立一个叫做预约叫计程车的等车停车文化。我们现在拦计程车都是路口或红灯的随意拦停。如果我们这边越来越普及，社区都有好几处的话，事实上就可以约我们的那些轿车说，你就在哪一个隔位来停，大家在那边停等接送，就不用被开红单。假设这很普及的话，我相信可能我们越来越国人这种
平等拦这个计程车这个文化，可能慢慢的就会改变哦，不要再随意在路口哦停那个拦停，这是我想尝试要去改变的一个目标。主要是因为说这样这个临停设施呢是一个新的一个需求产生，那可能是原来就有需求，比如说在一些集合大楼，它有共同的出入口，常常就会有这个长照车或者是一个富康巴士，或者是约定要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这些计程车的感受等等，甚至说临时的一个送货需求，它已经潜在产生了。但是这样的需求，我们透过邻里的观察直接提案出来的话，我们的设施是，我想这是第一个可以马上来回应地方的一个需求。好，所以是我们透过邻里管道来做申请。那自己目标的话，我们是透过邻里系统出去，所以基本上台北456个里提出来，当然如果每个里都出来，但我有工作能量，希望说至少今年也可以设到100处以上。好，那但是就以看申请的能量来看，这是第一个。那包括第二个是，刚刚提到像公安处的一个计程车排班区的部分，他如果说有改位的需求，那这部分再检讨。那甚至说以后的红线的部分，如果需要做调整，哦，就以这因为在强度上它比黄线还要高一点，哦，对民众而言，黄线可能你会停着，但这个东西至少告诉你一个临停的一个0到24小时临停的一个区域，那在使用上比较像公车停靠区。所以这我们强调这是新的措施。公用临停区除了可疏解公共服务性车辆临停需求外，也能提升行人环境友善，改善市容景观，并维持道路原有功能，也可满足高龄化民众对于长照照护、富康巴士日益增加的需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